我俩刚去买了一捆韭菜，上我妈家吃饭。我妈说我晚上要做面条，让我买的韭菜。回来了，韭菜到位。今天憨憨就忘了打一个韭菜。那边。刚才面条吃对了。嗯。省事儿。看出来了，软面饺子硬面条，这面挺硬。硬的。哎呀，我知道你们上山了，咱们上那溜溜蕨去，这多好。没寻思俩下来这么快呀，你们去也不事先告诉我一声，想给你们个惊喜。告诉我一声，我就在那等你们一会儿。但是你给我们了一个大大的惊喜，给你个惊吓。那我也摘吧。妈，你穿这衣服挺好看的。好看吗？好看。新买的。今天新买的。姐，嗯、咱妈都比你时尚。我刚想说了，我自己也有自知之明。来面条。我直接切了，你能切吗？切细点，我切不拉倒吧。我妈在的时候，我啥也不吃；我妈不在，我啥都吃。啥都是、啊。你是我们在不在？你啥都不是。李老刚才说了，挺愿意做你小妹吃的饭去。挺愿意吃，啊、不是挺愿意做。对，我听见我老说了，说的挺愿意吃她做的饭。她前天家就糊弄了。人家我俩在那的时候，我姥就说了，我小妹比我累，比我辛苦。你早上倒一会儿，你小妹起来就点火去，你还能睡一会儿？跟我说的我都脸红了。我是怕我姥起来下地干活，所以我睁眼赶紧下去。你把水壶烧上啊，一会儿。现在烧吗？现在烧也行，我面条擀完直接下锅了。好嘞。面蛮小了。嗯，那呗。你拿熨斗熨熨，熨瓶子。这小衣服怎么样？我看一下。哎，行，嗯，挺适合你的，这个适合适合。咱这面板也小，擀面杖也行，挺短。啊，就抻面不行吗？啊？抻啥的面？抻面。抻面这面不行。妈妈的手擀面，我妈做面条的卤子一般都是用煮面条的水，这样做出来的黏糊。这鹅蛋是别人送我爸的礼物，挺白呢。哦，这黄真大啊，大也大呀。鹅蛋韭菜卤子。开饭了啊！他俩还可怜呢，这是可怜啥呀？我妈说他俩太可怜了，再给做个姜辣椒。这鹅蛋干啥？还可怜？哎，那里还有鲜鸭蛋呢。好像他们回来了。还有那面条啊，吃啊，屋里还有。韭菜鸡蛋，韭菜大鹅蛋，啊。本来寻思下那些就够了的，这家伙好。吃吧。我要啊！我给你留点的，嗯。